我哋而家嚟到 Harrow Hill 嘅市中心，喺我身后咧就系一个火车站加地铁站，一行出嚟已经系成个市中心嘅 main shopping area。呢度有两个大嘅商场，有 coffee shop、超级市场、银行，各式各样嘅连锁店。其实你嘅生活所需全部喺晒呢度啦。呢度七分鐘去到 Wembley Park Station， 二十分鐘之內去到到倫敦松灣 Oxford Circus Paddington， 交通非常之方便。呢個係一個松 5 嘅 location， 但係松 2 嘅 travel time。名校雲集嘅哈羅過去以半獨立式嘅房屋為主，但近年就多咗新盤提供性價比高嘅分層住宅單位。今次眾糧聯行就帶大家實地直擊區內數一數二大規模嘅優質屋苑。我哋眾糧聯行帶大家嚟到實地視察 Eastman Village。成個項目總共有五期，提供2000個單位，現場可見已經落成咗一半，其他工程都進行得如火如荼。而 Eastman Village 30分鐘步程內就已經有多達10間 outstanding 嘅學校，屋苑內未來都會有新小學同埋超市等等。呢個 Energy Center 亦將設有健身室。整个项目会在2028年完成。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 Eastman Village 的两房两洗手间示范单位，而发展商今次用了一个 Smart Living 的设计，我们带大家进去看看有多 Smart。 首先入到来这个厅其实没有走廊的设计，另外这个楼架里面其实这组电视柜已经是包在楼架里面的了。上到天花板的長身櫃其實已經樓下已經包咗啦。咁發展商嘅設計就係想善用呢個儲物嘅空間，咁啱曬我哋啲香港人。Smart Living 嘅設計方便人即買即住，因此都吸引一眾唔想煩嘅投資客。項目嘅第一期單位二入伙，租金回報達 6%。Eastman Village 將會推出全新一期，有意入手超級名校望屋苑嘅，就記得唔好錯過啦。